那天问我抓了多少钱的娃娃，抓了500块钱的。500块钱能抓几个？反正两个同学拿没拿下。我中午不吃饭，去学校外边娃娃店去抓娃娃，然后回班上的时候把娃娃拿回去了，被没收了，然后全给老师了，全给老师了。其实我就觉得不用激励你们，你看猪八戒走了108000里，只吃素都没瘦，你有什么理由要瘦呢？就胖猛挺好的，胖挺好挺好。分10分的话，给自己的生徒100分。什么生徒？什么生徒？没有。如果说路人是用美颜相机拍的话，那可以打个9分；如果用自带相机拍，就5分。这个你就说到点上了啊！唯爱王源，王源最杠，宝贝宝贝，妈妈爱你。好人，小宝贝，我爱你。真的非常狠，这太硬核了啊，老哥硬核。不行了，这可爱这个特质已经被岁月给磨灭了。